我们香港公司主要从事水产品及蔬菜的批发与配送业务，年销售额超过5亿港元。我祖籍湖南岳阳，我在香港做农产品批发和配送8年后，觉得自己可以试试推广湖南了。湖南是鱼米之乡，益阳是中国淡水鱼之都。湖南省和益阳市两级打造千亿水产养殖业。促进乡村振兴等系列产业扶持政策让我很心动。2021年9月，我们在益阳市打造了2000多亩养殖基地。2022年，湖南桃花江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成立，依托香港母公司成熟的市场经营体系，科学生产、农业新村，让湖南的生态养殖水产品直通港澳。我们目前正在启动益阳市油菜籽的收储和菜籽油的加工销售。10月份，我们在香港新开张的清溪仙润元朗直营门店，主要售卖湖南特产。这既能够让香港消费者多一项选择，又能够让我们参与到乡村振兴中去。现在内地到香港交通很方便，我们依托大湾区直供渠道，引湖湘农产品入港澳。不仅是水产，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湖南优质农产品进入港澳市场，这是一想起来就很开心的事情。我是陈诺燕，我在湖南蛮好的。